世界最恐怖滑水道，你敢尝试吗？佛州奥兰多滑水道堪称世界最令人心惊胆跳的。奥兰多这组最新最吓人的滑水道名叫 Ehud's Breakaway Falls， 设于海洋世界水上公园。这组滑水道是该市最高的，玩家必须爬上126个阶梯才能够达到约24米高的平台。玩家可以体验四条不同的滑水道，其中三条是从12米高处将近垂直的落下。其中最可怕的就是这个自由落体箱，踏脚板会突然打开，而玩家完全无法选择何时落下，只有特别胆小的人才会选择指定落下时间。下滑速度最快可以达秒速 7.3 米，在360度大旋转的水道中穿梭。到达最底下的管子后，你吐出来的午餐恐怕还追着你跑呢。橘色水道128米处的大转弯最值回票价，但要是你想体验世界最高的滑水道，那就别去奥兰多了，你该去的是堪萨斯市的施利塔班水上乐园。17层楼高的疯狂滑水道绝对让你吓破胆。